最大的努力，使得这个作品成为此类题材当中的一个新的标杆。做准备，冰与火必须打破，必须超越，不是追赶。我们有330个场景，除了有4个主场景是搭的之外，其他的全部都是实景。要求演员了解一线的场景，所有的生存知识，包括体能和训练。被打次数最多的一部戏。站住！冰与火运动会还挺刺激，挺爽的。还想继续拍。压抑是非常的压抑，感觉很容易的是吧？我不管他们怎么写怎么演，世界上最爱杨凌的就是我。我绝不允许一个沾毒的人住在我女儿这儿。杨叔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应该去好好完成。不喊停不要停，好吧？既然要去做这个东西，我们就要表现出它有多残酷。当你展现了毒品之恶，你才知道真实的美好是多么多么的可贵。求你了，爸爸。所以我不认为《冰与火》就是一个基督戏。东哥，东哥，快演员，别动，别动。我要这样的幅度，再来一遍。把这药片拿过来。保住刚才我进来的时候，我是没有的。谢谢。快